就是叫这些。我手机听无唔对啊。你干嘛这样逆向骑过来？我今天我你这样逆向嘞，逆向嘞。你无法度听我讲，你这样逆向嘞。你无帮我讲，你无法度听我解释，你就是咱那边处处针对人，好无？我咧针对你啥物？我针对你违规嘞，那是红线嘞。他们停这样，你看斑马线这样，你觉得这样不该开？人家行人都没有斑马线，你觉得这样不该开？你觉得不该开？我刚刚跟您保护法批的。麻烦你证件出示一下。麻烦你证件出示一下。麻烦你证件出示一下。你这样子等于是不服取缔稽查，等会加开你一张哦。麻烦你证件出示一下。我现在跟你这边照哦，罚单会寄给你哦。好，先跟你讲啊。就在需要搞不起来。哎，罚单会寄给你哦。来，你下车。我今天不安怎啊？我现在以妨碍公务单位，下车。你不安怎啊？下车。哎，站呢？这是人底下。你现在向警方下车，你骂我什么？站。我下车。警方立即上前将该男子逮捕。苏男声称是真姐，甚遭警方开单，一时情绪失控，才口出秽言，飙骂远警。全案依妨碍公务罪嫌，已请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